各位六六六宿会的家人，大家现在好，我是周文强老师。现在是午夜凌晨，周老师给大家录天启二的音频。今天直播完以后，周老师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兴奋。再给大家分享一些高我的流淌。虽然周老师很辛苦，但是非常爱你们，希望给你们加更多的鸡腿。当今天周老师在直播间让万松放一段话的时候，万松没有找出来那张图片。我把那几张图片会发到咱们群里，大家要用心去看，最少看十遍以上去悟一悟啊！当我说到我传播真理会遇到风险的时候，有人在评论区说，老师传播真理怎么还会有风险啊？当年耶稣传播真理的时候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你告诉我传播真理有没有风险？当年孔子传播真理的时候也是差点死于战乱，对吧？所以送给大家一段话吧，我要对历史上所有冒着生命危险让生命的知识和真理流淌于世的伟大人物表达最深深的感恩与谢意。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放生就是放过自己，不要跟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不要跟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如果我的能力只能让我穷困潦倒，那穷困潦倒就是我的价值。只要不是我觉到的悟到的，你给不了我，给了我也拿不住，只有我自己觉到的悟到的，我才可能做到，能做到的才是我的。生命本质具足，你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是来助你的，都是你的助缘，都是让你觉悟的，无人能救你，只有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的救世主。所有大彻大悟之人都曾经历过无药可救，心不死则道不生，倘若穷途末路，那便势如破竹。愿我们全力以赴，不留遗憾，身不苦则福禄不厚，心不苦则智慧不开，人的末路就是神的开端。大家可以把这几张图片好好看一看，这是送给大家的第一份礼物。第二份礼物就是大家真的要好好悟一悟，就是当我给你讲的东西，你所听到的看到的都不是你的，只有你自己悟到的才是你的。我给大家放两个小视频，这两个视频是我们的财商亲子训练营的学生录的，然后这两场直播我都放了他的视频。为什么都放他的视频？因为他是真的在悟，而我们很多人录的视频就是把周老师讲的内容重复一遍，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然后这是第二份礼物，你要看看别人是怎么悟到的。第三份礼物，为了让大家更加详细的了解天启，你一定要把周老师的整个人生轨迹给勾勒出来，通过周老师的故事里找到周老师的明线与暗线，你才能知道如何你能链接上你的天启。所以周老师有一个视频叫见证奇迹，讲了周老师最痛苦的时候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视频也不长，大家要认真看。这是第三份礼物。第四份礼物呢，就是我们玩现金流游戏的啊，交财务报表的填写也会发给大家，在财务报表不会填写的大家可以认真看一看，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自己买现金流游戏去玩啊。如果有机会走进周老师的线下课，在我们的财商之道里面也会带大家一起玩现金流游戏啊，希望大家抽自己的时间把这几个任务完成啊，用心看五遍十遍，包括周老师送给大家那四首歌一定要认真听，看着歌词啊，没有歌词就听，有歌词的就看着歌词与歌词临在，听五遍听十遍悟。周老师为什么要给我录这个天启二？周老师为什么要发这几张图片？周老师为什么要让我看这个同学的分享？周老师为什么要给我看他以前的见证奇迹的这个视频？周老师为什么要给我放这个财务报表，然后好好的悟一悟，好好的体验一下？真的非常非常爱大家，真的非常希望我的课程能够唤醒大家，都能够让大家实现财富自由。你原本具足，只要找到轨道，你可以实现你想要的所有的大梦想。爱你们如同爱自己，希望有一天能够跟你一起面对面的一起喝茶聊天吃饭，也希望有机会有渊源啊，我们能够一起去看北极光，去上我们的信仰之道，去上我们的规律之道。我是周文强老师，晚安。